这个 max lex lex 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属性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于4.0以后的版本了、哦，在2.33好像这个是没有的，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一行、哦、要把它 delete 掉、哦、就不要加好了，可能是新的4.0以后的版本才适用，不然这个书上是有这个、哦、OK 把它 save 一下。那程式部分的话呢，最后我把它写完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第一个、哦、这边再增加一个变数 S 好了，大写的 S 好了，然后您的个人资料如下，换行斜线 N 加上 S1加上换行加上 S2 加上换行 OK S3 这样的话呢就组成一个字串，当我打上 toss.mactest 有没有，然后后面的这个一定是固定，就 get application context， 再来就是把 S 丢进来、哦、有没有，就它丢进来，然后呢3秒钟后面记得、哦、还有个点 show， 点 show 的话就是把这个 toss 呢把它秀出来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有、哦、点 toss一定要有 OK。 那其实各位也可以比对一下，其实在那个4至17页的倒数第四行其实也是跟我这个一样、啊、只是说写法不太一样，你可以打一个 list 也可以啦，这个地方打一个 list 或者打一个我们的那个class 的名称点 list 也 OK， 然后它是一个 MSG、哦、那时间长度的话我用3000或者用什么